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 Kelly， 欢迎收看简饮择食。中国人咧好中意饮汤嘅，因为觉得汤水好有益。但如果你用咗啲猪骨或者鸡脚去煲汤嘅话咧，成碗汤就会变咗好高脂肪噶啦。如果想健康啲，可以试下我哋今日整嘅香草番茄海鲜浓汤。我哋用咗大量嘅番茄，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A 同埋 C。除此之外咧，我用咗咧低脂嘅海鲜。咁其实咧，成个汤除咗低脂肪之外咧，仲好高纤维嘅。所以你食完之后会觉得好饱肚，亦都可以帮助排便噶喎。